败血。二叔，你败血？咩话？你败血？你嘅身子咁弱嘅，点解你要咁做啊？系啦，我哋成日顾住讲啊，你阿罗老师啊，啊大家姐，二叔。你做咩啊？爸爸，你买咗啲血，买送翻嚟俾我哋食。咁我哋即系食你啲血嘅啫。咁我唔食啦。1953年，喺李铁导演嘅电影《危楼春晓》入面，饰演的士司机梁威嘅吴楚凡，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简单扼要咁勾画出一个时代嘅精神面貌。要将呢8个字翻译成英文嘅话，就系、是、All for each and each for all， 亦即系圣保罗校歌嘅其中一句。唔出奇，因为吴楚凡根本就系圣保罗嘅学生，佢最明白呢8个字嘅真正意义。你未识嘅咩？我等我介绍啦，呢位罗老师。哦，罗老师，呢个谭二叔，你谭二婶，二叔。二叔，二叔咧，旧年喺选处做 fit 打嘅，好衰唔衰系饼长大嘅，咁而家啊踎蹬。哦，阿罗老师真系对唔住啦，又要考到你噃。诶，唔好咁讲，二叔，我住咗你间房，我对你唔住真。咁啊，总之啊，无谓讲啦，同屋共主咧系嘛，人人为我就我为人人。物换星移。尽管我哋身处嘅呢一代面目模糊，尽管我哋身边嘅人自私自利，但系我深信喺呢个已经有160年历史嘅大家庭入面，喺每一位来自圣保罗嘅校友嘅心入面，都有一个吴楚凡。当呢个时代有需要嘅时候 ，All for each and each for all 就已经唔再系单纯校歌嘅歌词。请在座的每一位校友好好地记住今晚在你们身边每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笑容，珍惜大家讲的每一句说话，每一个烂脚。今晚之后，天涯海角，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虽然天各一方，但是在每一位圣保罗校友的心里面，永远都有着这一句 All for each and each for all.